娟娟，我在，你怎么这么嗨呢？我在看那个创造营，怎么了？哎，我这有一个资源，我想就是问一下你的意，你对相声感兴趣吗？啊，相声？这是一个节目，然后呢是去那个德云社，然后跟郭德纲老师就是封闭7天学相声，然后就录这个。就是我是觉得你可能是会比较喜欢想尝试的。郭德纲老师啊，闹不清楚。但是我看我做不好吧？人家要的是你结果吗？人家要的是结果吗？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努力了不就行了？我去问问他们反驳之后啊。这个8月中吧。我不会骗人。他这个是有报名费的，每个人得给3000。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腾讯的综艺。考虑给我打3000块钱吗？报名了，给你报名。不行了，我骗不了了，骗了，我不忍心。你在逗我？呀，我真信了，扯的，我真信了。对，伞弟帮我交了，伞弟帮你太可爱了，我采访完再回来找你。OK, 拜拜。